国语混双藏龙卧虎啊，后备力量这么强的吗？这下藏不住了吧，蒋振邦魏亚欣太抢眼了。21:16直落两局淘汰金子右树松油梅佐纪，强势挺进决赛，这可是他们第一次参加超级500系列的比赛，就问牛不牛。两局比分21:16，干脆利落。这次印尼大师赛，他们先后战胜徐晨仔、蔡佑丁、山下公平、小谷菜流、王毅律、杜月、金子右树松油梅佐纪，一路闯进决赛，表现可圈可点。魏亚欣身高174，网球移动速度很快，覆盖面积大，蒋振邦后场也非常有威力，两个人很合拍。决赛对手吉凯尔德尔吕 vs 黄东平冯彦哲的胜者，小混双太给力了，娃子和张淑贤可以不打了，让小贤专心女双吧，后面两对小混双都未来可期，这是未来的雅思黄鸭啊。双打我们都有新生力量，刘胜书、梁伟坑、王场、魏亚欣、蒋振邦，这些都是未来的王者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